任是记得原曲，后来他往生极乐世界去，对不对？阿舍世王，这个佛在阿舍世王经有讲，他是上品众生嘛。所以有因无缘不结果，那个缘是什么？那个缘就是习气，大家要记得习气。你那个恶习很重的同修，你一定要把它转过来，要转过来。大家要知道，所以你恶习重，你可以转啊，转成那个其他的语言呢、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哦。所以有因无缘不会结果，你把那个恶的那个习气改成善的习气，改成念佛，你当然得到的果报是成果，这个一定要记清楚啊。所以你如果明白这道理的话，你就对念佛法呢非常有信心。所以学佛最重要，你要明白因果，一定要明白因果。你一明白因果的话，哦，那你对极乐世界你就很有信心啊。因果是不可能推翻掉的啊，但是它可以转，它可以转。你看在禅宗史上啊，有一个野狐禅的故事。百丈大师，他是禅宗祖师之一。百丈怀海啊，这大家都知道。百丈大师有一次呢，争做讲经。讲经当中呢，台下呢，很多人在讲完之后，有一个老人跑来找百丈大师。那这个老人呢，常常来听百丈大师讲经的。他就告诉大师说：“法师啊。”其实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啊。百丈大师说：“我知道，我知道你不是人。但是呢，你不是人，可是呢，你变成人形来听经，一样可以听的，我也不会排斥你。”那么，这个老人就说：“其实我是一只狐狸啊，我已经修行了，可以变成人形了啊。那为什么我会做狐狸呢？”其实我在以前呢，我也是法师，可是呢，我讲经说法，有一次呢，有一个居士问我一个问题，他问什么问题呢？法师啊，请教一下，大修行人还有没有因果？还落不落因果？什么是大修行人？大家知道吗？就是指佛菩萨，大修行人就是佛菩萨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因果，这个法师呢，他就回答一句：大修行人、佛菩萨当然就没有不需要再去布因果了，不落因果，因为一句话讲错，一句话讲错，他做五百世也无生，他做到也无生，做五百世，所以呢，他呢。就请求大师救他，什么方法让他可以呢再回到人生，不用再做到演无生了。这个百丈大师呢，他毕竟是一个真正的见性之人啊，他就跟他讲，可以，明天我讲经的时候呢，你把当年那个居士问你的问题，你重复一次来问我。他说好，隔天呢，哎，百丈大师在讲经，他就问了，请教大师，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啊，结果呢，大师回答改了一个字，不昧因果，本来是不落因果，现在叫做不昧因果，不昧因果就是一定要不因果。因为这样的一句话把它改过来了，后来呢，大家听经完走了以后，那个老人来了，他说呢，感恩大师，我可以解脱解无生了啊，请呢，明天呢、啊，请你们呢到后山哪一棵树下啊，你会看到我的尸，请你们用出家人的礼仪把我安葬。隔天之后呢，哎，百丈大师就带了很多很多这个他的徒众到他后山一个。
个书上就看到这个狐狸的尸体，然后以出家的身体帮他安葬。这个就是在佛门很有名的野狐禅的由来。你看一个因果的问题可以从野狐禅转过来操作，所以呢你要是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万法皆空，因果不可，要珍惜因果，包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都是因果、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心啊一直安住在阿弥陀佛上。你的心都是阿弥陀佛，那你当然就跟极乐世界有缘。如果你的缘呢要固定，我就是固定要在极乐世界的话，那你的心就要固定，固定在阿弥陀佛上，你不要跑到别的心，跑到别的念头去了，还在想东想西，想南想北，想那些放不下的东西，那一些是什么呢？那些是轮回的缘，那些是轮回的缘。那极乐世界的缘是什么呢？极乐世界的缘就是你多听十八愿，多念佛，多了解极乐世界好在哪。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所以说如果你真正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只有极乐世界了，就恭喜你，你遇到善人也好，恶人也好，甚至你遇到灾难也好，你念阿弥陀佛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就恭喜你啦。所以呢我们跟大家讲解，劝导大家看破放下，是为了帮助大家呢明白，原来呢我们念这个十念法是帮助我们去极乐世界的，而且很有效，很有效啊。那么我刚刚要讲啊，这个三乐道往生的啊，但是我这一段内容还没讲完，讲完我们再讲啊。好，是幕后一条讲清亮，含柔无空有，就是平常讲的清包太虚用量周杀灭，佛是一切众生清净平等觉，决定没有差别，没有嫌弃，造作五逆十二重罪的众生，只要肯回头，只要肯发心亲近阿弥陀佛啊，佛没有一个不接引的，一个也不会漏掉。不来接是自己有障碍，这个障碍最大的呢就是情执，这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平常当中要把这个情执啊淡化，可不可以淡化？可以，用智慧就可以淡化。你明白宇宙人生真相之后啊，你不用刻意都会淡化啊，所以多听听有好处啊。我们听经中的时候呢才会没有障碍，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很多，终难遇到灾难决定往生啊，只要一切放下，没有一丝毫的留恋，我们就很容易走了，不要有这些牵肠挂肚的事情，要舍得干干净。所以呢我们要发心去舍。很多人呢、说舍啊，师父啊，跟你讲实在话，我舍不得啊，我真不忍心舍啊，他好可怜啊，他好可爱啊，对不对？舍不得是吗？你舍不得轮回吗？你舍不得啊受苦受难啊？你舍不得灾难吗？只要舍不得，有一大堆轮回在后面的。我跟各位讲实话是这样的，以前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因为我是从那个道教转过来的我以前呢去一贯道道家很多地方我学佛是好不容易的才学到的，我不是像大家了，唱着歌就学佛了，哪有那么好？我们是哦，真的是吃了很多苦很多苦，找宗教找来找去，最后才选
奇怪过来，自己总会动，总会动。他觉得很奇怪，后来呢，越动越灵，越动越厉害。那么呢，他也有学佛，后来呢，才知道了是被附身的，被附身的。这附身上来的人呢，他说他叫小青，他还有很多名字，他还有很多名字，他的故事好多好长的。其中有一个呢，因为那时候我很有兴趣嘛，我那时候初学佛，我就在那听。其中有一个呢是，他据说啊，他情执重。轮回的结果，他说呢，他在古代中国啊，他和一位男子，他们呢非常的相爱，可是中国呢是怎么样，都是结婚的都是由父母啊去安排的，都是门当户对啊，让父母去安排。那他们呢，以我们现在讲，现在来讲叫做自由恋爱，所以呢，他们就很不希望。给父母去安排他们的婚事，因为呢，他们已经呢，啊，可以说呢，已经想要怎么样，私定终身了。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拒绝家里面的这一种婚姻的逼迫，最后呢，他们两个呢，就怎么样，就私奔了，在古代就私奔了。那古代人你要知道，你私奔的话不得了了，你就等于呢，叛家了，逃家了，那不得了，他们就返回家。然后呢，啊，这个男的呢和这个女的呢就到一个寺庙里，一个小庙住在那里，那是个破庙，啊，古代的医疗都不是很发达，又没有饭吃，到最后怎么样，男的就生病了，生病。那女的呢，女的就走在男的旁边守护着他，然后呢，这个男的告诉他呢，我快死了。我希望啊，我死了以后啊，来生啊，我还能够跟你再结为夫妻。那女的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情节了，女的当然说好啊，当然是这样了，对不对？女人心里比较重，好啊，我希望我真的下一辈子还来做夫妻啊，就这样子。后来的男的就病死，结果女的就殉情了，她上吊自杀，上吊自杀。自杀的结果呢，男的呢继续投胎，女的呢就堕三恶道，她就继续她堕三恶道的状态。男的投胎了做人，女的堕三恶道。他说他堕到的那个恶道呢是什么个情形呢？每天呢、啊、从早到晚，人家去吃他的肉，啃他的骨。骨头喝他的血，从早啃到晚上，啃到他的剩下骨头了之后，什么肉都没有了，然后再又变成一个人，又有肉了，又继续的咬，让人家这样子咬，啃他的骨，喝他的血，吃他的肉，这样多久？大概相当于我们人间的90年，90年，他叙述了是90年。那时候我初学佛，我一听，哇啊，我这什么道啊，怎么那么惨呢、啊？那他是附身在那个国小老师的身上，说的，啊，这是一个例子。所以情执重，你要知道，不是好事，要用智慧去化解，要用这些智慧去化解。那么他的故事啊，还很长。有的留到明天讲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故事。恶道，三恶道的众生也能往生极乐世界。这是我去马来西亚的时候，2年前呢，我去马来西亚弘法的时候，一个净宗学会的会长，他亲口告诉我，内容如果有讲，他不应我，我是不讲的啊。我都不讲啊，他是观瞻净宗学会会长，观瞻有两个净宗学会，他是其中一个净宗学会的会长啊。他告诉我呢，说他们那边呢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他说呢有三姐妹，这三个姐妹呢本来没有学佛，但是呢很孝顺，
这三姐妹啊，她们家呢有一个很大的果园，她爸爸妈妈呢每天就是种这些水果，可是呢果园里面有什么小鸟，对不对？还有蝙蝠，对不对？她爸爸妈妈就天天打小鸟，天天抓蝙蝠，听说蝙蝠可以拿来做中药，所以呢天天打小鸟，天天抓蝙蝠，就这样子呢经过了十几年以后，有一天呢他们三姐妹的第二个姐妹被附身了，被附身，附身起来之后呢查的结果是什么？是这一些小鸟和蝙蝠他们要来报仇，他们说呢你的父母简直就不是人，对我们非常的残酷啊，杀了我们这么多的同胞，我们呢这一次确定决定一定要你父母的命啊，非常的凶狠，来势汹汹。那么这三姐妹呢很孝顺，所以他们就说呢你们不要找我们父母，我们呢愿意啊承担我父母的罪业，可以啊，你要承担可以啊，我让你这三个死啊没关系啊，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帮你们化解一下你们的怨仇？他们呢就跑去那个晋中学府，他们没有学府，就跑去晋中学府，哎，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晋中学府。那刚好呢，这个会长就很有爱心，好，我帮你们化解啊，就开始跟他们谈谈，告诉他们呢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呢给你用念地藏经。给你念佛啊，甚至打佛七啊，甚至呢他们还打电话去问这个悟行，悟行师叔啊，悟行法师常常有来这边嘛，这个故事悟行师叔他知道，他是当事人，他是当事人，他呢在后面有做了这个三十七年的法会，做得很殊胜啊，这个事情后来呢好像在那个台南晋中学会呢有一个报告，有一个故事的报告，好像有流通啊。那么我是希望这三个姐妹和这个会长他们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写一个往生报，结果后来听说呢这三姐妹啊他们不愿意，为什么呢？爸爸妈妈没学，他这个往生站出来之后啊，里面那些很多那些众生骂他爸爸的妈妈的那些话流传出来，怕他爸爸妈妈生气，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没有流通。那么三姐妹当中呢好像有两个姐妹现在都在晋中学会当义工，事后怎么样？那么我们继续啊，这个会长跟他们谈了以后呢，他们说好，那你就劝我们呢、啊、劝看看啊，劝我们的念佛往生极乐试看看，就劝劝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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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没有用，好像是对牛弹琴了没用了、他们就是说啊，你呢怎么劝呢，我们这个恨心都还是无法化解，我们一定要叫他们死啊。那后来呢这个会长啊，他就求他跑到佛前求佛了以后啊，他不晓得怎么搞的，他就跟着一个这个鸟啊，这是鸟附身的，就跟他们讲，你们现在在恶道，对啊，我们在恶道，在哪一道？我们在恶鬼道，我们在鬼道，那你们鬼道里面的附身道，对啊，那你们鬼道不苦，就跟他讲你们在鬼道里面你们苦不苦，他说非常苦非常苦。那好了，这个会长呢他就是运用这个苦告诉他，那苦你们想不想处理？当然想处理了啊。那你们要处理你要念佛啊，要发愿去极乐世界啊，不然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直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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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啊他
们那些鸟当中啊，有一只鸟，就这么一只，它有一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它叫大树。大树，他相信，他相信，然后呢，他就念佛了，他就自己就真的念佛了。这一只小鸟啊，这大树啊，他就念佛了，念佛喽，阿弥陀佛就来了。阿弥陀就带着一朵莲花就来接大树，接他去极乐世界。那么阿弥陀佛来的时候呢，所有的小鸟和蝙蝠全部看到了，他们全部都看到阿弥陀佛来接大树走了。走了之后呢，后面就更精彩了，那个鸟王就出来了。那个鸟王本来是要出来的，就不要谈了，没得谈的了，不要谈，就是一定要冤有头债有主就对了，不要谈。是因为呢，阿弥陀佛来接大树走了，他亲眼看到，他就附在这个第二个里面的身上啊，他姿势呢非常的优雅啊，他说呢，我是这一些鸟类界的王，还有名字姓郑，叫郑王，不是死翘翘那个郑王啊，他姓郑，郑成功的郑、啊、那么当时呢，大家都在猜他的字，结果他呢写那个中国现在都是那个简体字嘛，郑王他看不懂，他说这个字不是这个字，然后呢大家用那个繁体字姓郑，哦对，我是这个郑，郑王。也就是说呢，他以前呢可能是人，可能是中国人，那么他们可能修行又不好，后来一起堕到这个鸟的这个畜生道，不然他怎么还有名字姓郑？总之呢，他们这个因果呢非常复杂啊，那个呢是他们的事情。我们现在讲这个郑王，这个郑王呢后来就说好啊。去极乐世界可以啊，你劝我去啊。就这个会长呢，就用了很多时间，就天天劝，还找了很多人又来劝这个郑王，要念佛，要放下去极乐世界，劝到后面呢、啊，这个郑王就说什么啊，放不下了，没有那么容易啊。最后呢，这个郑王呢，他就站起来。然后呢，这个三姐妹啊，姐姐大姐就跟在这个郑王的旁边，这个郑王是住在他的妹妹身上，这个姐姐就说了，说她听到郑王自己这样讲，她说什么，真是个阿弥陀佛，我亲眼看到的，大树被阿弥陀带走了，真的有阿弥陀佛，真的有极乐世界，这个没有真假的。